食物在分解过程中产生大量气体，造成牛胀气或者是引起其他消化疾病。医生会在牛瘤位处进行切口，有了这个开口之后，即使不吃药也能恢复健康。2019年6月份，法国动物保护组织公开了一段录像，显示一头牛腹部被装了一个塑料开口，而工作人员正在伸手进入牛的身体内部，掏出一些不知名状态的物质。录像来自法国西北部的实验农场，动物保护组织对此提出了抗议，认为这对牛的生存权利产生了极大的威胁，会极大的增加牛日常中的痛苦。而动物保护组织在录像中称，还有很多牛都遭受了这种非人待遇。在一些养殖牛的养殖场中，你或许会看到这样的画面，牛身上有一个洞，而洞中套着塑料环，看起来就像是虐待牛一样。但实际上，在牛身上开个洞，不仅不会对它们生存造成影响，反而有助于它们的生存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牛胃。牛属于反刍生物，和人体结构不同的是，它们有四个胃，其中最大的胃是柳胃。它们在进化的过程中养成了一种习惯，在能进食的时候会最大限度的吃草，把所有的食物先吃到胃里再说，这也就是所谓的落袋为安。当不再进食，它们会把胃里没有完全消化的食物返回到嘴里进行再次的咀嚼。因为牛吃的多是一种植物纤维，非常难以消化，再加上它们的进食习惯未经过充分咀嚼就进入柳胃，这是非常难以消化的。牛身上的开口，这个开口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？这个开口是作为牛的柳胃化学研究之用。因为对牛有四个胃，柳胃是最大的一个，而牛消化过程十分复杂。比如奶牛在吃进大量饲料后，可能会因为发酵胀气而导致肠胃不适，一般情况下只能粪便或者血液采样发现牛究竟是什么原因生病了。一般情况下，牛身上的开口位置位于柳胃处。我们知道牛以植物为食，而植物中富含大量牛胃难以消化的纤维素，为了消化这些纤维素，牛请来了微生物当救兵。牛可以向微生物源源不断地提供食物，而微生物可以帮助它们分解植物纤维，转化为牛胃可以吸收的物质。但是微生物的菌群有时会失调，由于柳胃处没有胃酸，以至于一些对牛身体有害的微生物也会混入其中，导致食物在分解过程中产生大量气体，造成牛胀气或者是引起其他消化疾病。在过去，解决这些问题大多是让牛吃药，但有了这个开口之后，人们可以将其他健康牛柳胃中的食物转移到病牛体内。健康牛柳胃中的微生物可以帮助病牛重新建立微生物群，即使不吃药也能恢复健康。另外，养殖农户也可以定期通过牛孔检测牛的消化情况，一旦发现情况不对，就可以立即调整，减少了牛患病的概率。除此之外，牛在患有其他疾病时，牛主人也可以直接将药物放入到柳胃中。由于在牛柳胃上开口能够方便、清楚以及及时的应对牛的消化道疾病，大大提升了牛的生存质量，所以一些农场主会在牛身上开口。除了牛之外，许多反刍动物都会使用该技术来帮助它们消化，比如羊。不过羊的开口比较小，而且很多人养殖羊是为了获取肉，所以羊的生长周期较短，不值得为它们做开口手术。之所以在牛身上比较常见，是因为许多农场主养牛是为了获取牛奶，奶牛的生长周期较长，养殖主为了收益会为它们实行开口手术。不过肉牛就很少会实行开口手术，毕竟肉牛的生长周期较短。在牛身上开一个口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实际操作还是非常复杂的。如何在牛身上开口？农场主在准备为牛开口之前，要先让其2至3天不吃饭，
以免瘤胃中的食物污染工作手术台。在手术之前，医生会先将牛麻醉，然后将手术区域内牛的毛发清理干净，消毒各个手术机械。参与手术的人不能患有传染病、呼吸道疾病或者是接触过遗骸等。准备就绪之后，医生会在牛瘤胃处进行切口，一直贯穿到牛瘤胃处，同时又保证瘤胃另一侧的正常，然后植入特定的塑料环并进行缝合，在伤口处进行无菌化处理，清理伤口、修正伤口边缘等工作。等到牛恢复意识之后，再进行多天的抗菌处理，确保伤口处没有感染，牛不会出现异常行为。在牛身上开个洞，牛真的不痛吗？其实这个问题很好理解，在牛身上开个洞不痛才怪。做手术的时候用了局部麻醉，理论上来看是不痛的，手术后伤口那么大不痛才怪。但当伤口愈合后应该是不会痛，因为瘤胃和牛皮缝合在了一起，长好后确实不会痛。但这个法兰桶再适合都与身体存在严重不适感，并且还存在肺部或者心脏疾病的风险。不过据实验农场专家称，这些牛更长寿。但无论没有在动物意愿的情况下，直接将牛植入一个人工制品，与动物理论上是不道德的，因此这才被动物保护组织反复投诉。不过他们的试验也确实为饲料改善做出了极大的贡献，让其他牛更少地承受饲料腹胀的痛苦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到底是人道还是不人道呢？总结，当然说的再多，这种瘤胃上造瘘管的方式都有些残忍，即使很多动物学家认为这种方式不会让牛感受到痛苦，也不会减少它们的寿命，但仍然遭到了很多动物爱好者的反对。虽然在牛肚子上开孔听起来有些残忍，但实际上可以提高牛的生存质量，减少患有消化道疾病的风险。该项技术目前已经成熟，即使在开孔处安装上塑料环，也不会对它们的身体造成影响。其实不仅仅是牛，有时候人类也会在身上开孔，在医学上这被称为造瘘术。只是人类的造瘘术一般是暂时的，等到了适合的时间再次进行缝合，而牛身上的则是永久性的，会跟随它们一生。